Oh my god！ 好可怕哦！有点就是冷飕飕的感觉。不要碰！我带我去哪里？大家好，我是东京走桥的包伯。哎，韦恩呢？韦恩就他就在台湾的，不要让他来日本。好吧，那你就今天都这样一日韦恩喽。不要，不要一日韦恩。一日韦恩，终身韦恩。No！ 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？我们今天来到是埼玉县的所泽市，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新景点哦。哦，就是所泽 Sakura Town。我身后这栋建筑呢，就是角川五丈岩 Museum， 那是由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威武所设计的哦。它的外墙呢是由中国山东的花岗岩所堆砌而成。那据说一片呢50到70公斤重，然后总共有20000片，是不是超级无敌壮观的呢？好厉害哦！而且里面呢还有各式各样的展览，还有漫画跟轻小说的图书馆。最特别的是呢，它有很像《哈利波特》场景的图书馆哦，赶紧拍照！走走走走走。哇，我们闻到了书香啊！对对，这边也就是所谓的 Edito Town。对，这就是一个图书馆，然后呢，几乎都是馆长精心挑选书，它有分很多个主题。这也太有虾了吧！对啊，而且在这边呢，你可以把你所想要拿来看的书都拿来看哦。来看看什么书呢？哦，台湾历史。哇，台湾历史哎！这边还有放台湾的书哎！哦，来来念一下，来念一下。台湾的历史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这种图书超级有趣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艺术品，真的是一条船耶，光是不看书看这边艺术品就已经很值得了吗？这真的可以待一整天耶，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。真的，如果我可以看懂日文话，应该待5天没问题。你看那个报纸，又报纸的大衣服，真的耶，好酷，太酷了，哇，真的蛮时尚的。哎，他这边的椅子也都蛮可爱的。对呀，准备超多椅子就让你这样坐。对，然后拿一本书啊这样子。还有这个灯，就坐在这边这样子。就这样子，对，穿上了。我在看那个工作24小时。自由，自由点那里，好可爱哦。超棒的，超棒的。哎，我真的太喜欢这边了啦。这个书香味真的是，哇，感觉很舒服。光是这边就有25000本书，哇，太夸张。我好像进到一个新的区域哦。Oh my god！ 我太酷了！哇！要整个腿软的，真的是太高了吧？这里呢，就是哈利波特场景的图书馆呢。哇，这边也叫书架剧场，然后这边呢总共有8公尺高，然后藏了30000本书哦，有没有像是真的像刚刚思玉轩讲的像哈利波特场景一样呢？感觉书本真的会被收。对啊，这样子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